上宇宙光的八楼都有一些人在为着宇宙光管大合唱来祷告。今天我们所要演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百人合唱团里面真实的故事。每一次我们看到百人的团体，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见证。现在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故事来给我们的自己的百人团员们一起来分享。现在我们就开始。大家好，我是淑芬妈妈，很高兴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可以加入百人大合唱这个爱的大家庭。我来到百人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3年的当中呢，我完成了2件大事，就是结婚跟生小孩。感谢上帝的恩典哦，让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公，他就是我老公，然后也给我一个很贴心的小孩。其实我这个高龄妈妈、高龄产妇，那时候怀孕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退团。后来想想，我好傻哦，反而不是就是一个最美好的音乐环境吗？我来到这里就有最好的胎教，我为什么要退团？所以我就继续留在这里，一直到我要待产哦，在怀孕的后期才请了长假。然后感谢主的恩典，我的整个生产的过程都相当的顺利，也给我一个很贴心的女儿。不过我又想想，为了她，我是不是应该要退团，要当个全职的妈妈？可是后来想想，我已经留职停薪在家陪她了。每个礼拜四的晚上，我应该不要再剥夺他们那个妇女的时间，所以我就跟先生商量，让他每个礼拜四可以带她。哎，真的很棒！爸爸本来换尿布一次要10分钟，哎，真超夸张的。他现在也越来越能够上手了。其实这2次的那个退团的念头，给我一个体会，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遇到困难，你会去想办法去突破；如果你不是那么想做一件事，其实你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而这也提醒我，可以以后再做很多的事情，要有这方面的思考。那谢谢大家，我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跟大家享受在这样一个音乐美好的环境。谢谢。大家好，我是文杰管家婆。想想看呢，真的是自己没有什么专长，唯一的爱好就是管东管西的。那我是管家里的这个十一住行娱乐，大大小小各种事情。那我对于每件事情都是要求尽心尽力，然后把它做到最完美。我自认为我没有100分，应该有80分吧。我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老婆，也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可是现在小孩子年纪大了，长大了，老公也变老了，那我发觉光是靠尽心尽力，靠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好每一件事情的。那更糟糕的是，退休之后，我觉得我甚至连我自己都管理不好，所以呢，我就开始变得很焦虑、很担忧。我会觉得孩子们不够好，那至于老公呢，顶多算是给他个及格吧，60分。还好，我后来加入了百人合唱团这个大家庭，在这里我认识了上帝，我学会了放下，学会了交托。在去年退休会的时候，我受到了董老师还有美丽老师的感召，我得到了感动，所以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一年来，我觉得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真的是，后悔没有早一点受洗。那我
也希望我在以后呢，我能够有更多的力量，还有更多的胆量，去接受上帝他给我的任务，做他忠实的好管家。大家好，我是曹颖，我加入百人已经是第八年了，今年呢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年，因为我的先生徐尼他今年加入了百人，这也要感谢荣老师的帮忙，他也是临门一脚把他给踢进来了。你们知道吗？今年的百人公演的时候，我看到一对对的夫妻，将近有20多对吧，他们在前台的演出我都用很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哦，我的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我就想说真的很开心在明年公演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我能够跟我的先生一起牵手在台前的演出，也可以为这个福音来为主做见证。我也希望我的先生他今年能够加入百人之后呢，也能够享受其中，也能够歌唱在其中，更能够服侍在其中。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可以跟我一起骑着摩托车到商店去收爱心发票了，真的是感谢主，谢谢。我是新团员，我是曹英的家属，我叫徐敏仪。感谢主，感谢荣老师，因为我对音乐真是不怎么了解，尤其是哆来咪发还有一二三四五线谱都看不懂。那时候荣老师跟我讲，你可以来面试，我听到免试，我好高兴，我就进来了，感谢，我就进了百人合唱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我是中文组郑宗玉，我加入百人应该已经也有6年了。那这之间呢，因为我们公司调整，那工作关系其实也好几次也动过想说啊，今年唱完就休息了。那尤其每一年在演出的时候，虽然我太太带着我2个女儿都会当追星族，那可能我想在团里面也很多人知道，每次都会有3个女孩子坐在下面看着我在台上唱歌。那虽然说有一种被追星的感觉也蛮不错，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尤其前几年团里面每年都会有那个就是夫妻一起牵手唱的时候，那时候我只能在台上看着我的台下，然后用眼光去看着唱。那所以去年虽然说因为我老大女儿她因为考高中，那我又休因为了想要督促她念书，所以又休了一个长假。其实长假休完之后，就像刚刚讲的，你就会想说啊，是不是就干脆顺势就退团算了。可是很感谢主哦，我想就像刚我们工人组长周牧师讲的，祷告真的是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想应该是有人为我们祷告。然后突然我太太跟我今年暑假都跟我说，这样好，明年我就可以跟你去唱，因为现在小孩子已经上高中了，感谢主哦。那今年我的姐妹她就跟我一起来，那我想她也不是免试，也不是面试，虽然说我知道她在考的时候唱的，我自己听也觉得那应该算面试吧，还是我不知道。那很高兴她也能够加入了。那昨天龙老师还特别有问我说怎么样，有没有感觉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说在以前每次参加这个退休会，想